吕布能不能跳一下？我去，我怎么一人都没有啊？来，你死吧！干啥呢？玩呢，哥们俩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，跟小伙伴们玩微信的排位五排啊。我们这边是瑶、马可波罗、吕布、飞，还有王昭君，对面是李信、孙膑、米莱迪、百里守约，还有凯啊。这个守约行不行啊？我们这把来一把马瑶组合啊，我跟我的小伙伴棒棒糖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大杀四方，也可能打脸啊。我的发挥啊是极其不稳定啊，也难怪小伙伴们老对我抱着迟疑的态度啊，是吧？我有时候打得非常拉胯。还有我们看一下啊，守约加孙膑有点恶心呢，不是态度是实锤。你们是狗吧你们？哎呀，要打我呀！我去，平 A 流啊，这是打不着人吗，大哥？急了，你这干啥呀？我的妈，一枪没打着。我去，一枪没打着我。我的妈，我怎么能一枪打不着呢？棒棒糖，你小心点啊！他平 A 也挺疼，其实。孙膑过来了，你让你套圈了。慢点啊，套谁圈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咱们这是谁第一个拿人头了？王昭君。保持距离啊，马可，打到一枪，恭喜，没什么鸟用。撤撤撤！哎呦我的妈，玩活呢，别人给崩死了。他会玩，这个马可为什么没进百里？那谁到了就没进呗，缓一会儿啊。吃口药，准。哎呦我的妈，吃口药。哼，切！哎呀，不知道我们是马瑶组合吗？年轻人不自量力，挺帅呀，一般帅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干啥？全靠瑶。对呀，这叫马瑶组合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得走，我容易让他一枪崩死。可是我不想走哎，我还是回家别嘚瑟。中路啊，中路啊，他的闪现还没用，飞都杀俩人了。他刚才用了那个守约啊，他那个闪现大。那个我特别想学，那个特别帅，那个闪大往前，然后他闪现没了，那个傻子。中路啊，我的妈，什么玩意儿开大了直接。帅帅帅。对面谁？李信啊，对面谁打野？凯吗？干啥？棒棒快来。哎，你怎么没上来呢？什么情况？不是，不是你正常不应该骑我头上吗？咋整的？哎呦我的妈！他多想打死我，他不会爬过来打我来吧？背不住啊！这守约其实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瑶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咱俩一块揍他去。他们开龙呢啊！你来你。死吧你！吃口药，帅帅帅！守约打我，不要脸！惩戒抢走了，守约过来了吧？哎，我卡墙了啊！守约过来干啥来了？哎呦我去，这一枪并没什么鸟用。棒棒糖，你不管我啦？哎呦我去的，我咋死的？你这啥玩意儿？他有不厚道的一面，我都不知道我咋死。哎呦我的妈，快跑！哎呦我去的！哎呀，瑶啊，你跟着我呀！不管我，你不管我了。说好的马瑶组合呢？棒棒，我搁这儿呢，你认错人了，别都续进去了。我去，你们干嘛呢？干啥呢你们的？哎呦我的个妈，哎呦我去，还给我套了个圈，我怎么感觉咱们有点玩脱了？我去的，陪他们玩还起劲儿的，对，他们是给点脸就灿烂了是吧？
他们觉得哎可以啊，对面也不是多厉害，一帮渣渣是吧，我们齐心合力干掉他们，上路能不能抓一波啊？凯过来了，你啥意思啊，你啥意思啊，你不死吗你？哎呀我去，守约你这个不要脸，想谋害我，我的摇呢，我的摇你哪去了？确实眩晕马可要比这个净化马可要好用啊，我比对面辅助厉害，那肯定的。咱们呢别给对面喘息了，咱别等会打脸了，给你吧，我不跟你抢。摇没了是什么鬼，他们搁草里蹲的应该是。不开个龙吗咱们？没敢上我，抓凯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我白来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全搁这撅着呢。下一把还能玩混子吗？可以。想玩啥玩啥，被他们阴了。这傻子开始组团了，这帮傻子。我看一下啊，他们经济可不低呀、啊。哎呦我去，这李信挺猛啊，李信8000多了，这经济怎么养的？吕布能不能跳一下？我去，我怎么一人头没有啊？来你死吧，干啥呢，玩呢哥们俩。李信跑了，咱们最好是开个龙啊，咱们别嘚瑟了，我怎么感觉随时翻车呢，得把这李信干死，这李信经济高啊，能开吗？可以开，米莱迪搁那儿，米莱迪不死心，米莱迪还得出来。我是啥来的？可以，帅。米莱迪可以举报。哎呦我去，咋回事？给我平 A 死了，干死他！吕布，附魔一刀，帅，可以，草率，砍他！这守约会玩，不是不会玩那种。我刚才赚大，有点赚进早了，有点。弄死他！我没告诉你们，他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经济压制吧，别扯了。Hello， 快走啊！别玩了，能推推吧，别玩散黄了，等会儿。能开个龙吧？飞呀、啊，能不能开个龙？李信搁那儿，凯搁那儿，帅。其实啊，我的性格吧，不太适合玩这种吃操作的英雄。哎呦我的妈，我人头啊！我去，太狠了！瑶啊，你又把我丢了！哎呦我去，我怎么又死了？哎呀，我又接李信大去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这个大招图啥？我抢人头！妈呀，我说漏了，不是我为了给你们抵挡伤害，我扑哧躺地下了。我这李信的大招这挺伤害挺高啊！可以。哦，对面有一个真机术，哎，对面没有真机呀！我去，0-13这个护啊，卡1-9，厉害！加，他们也在偷点拆，你看着没？摇快跑！你非得搁那嘚瑟干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皮肤我感觉手感最好的马可里边，当然了，别的，我这嘴咋的了？别的皮肤我没有啊。溜达溜达，我们溜达溜达，往后点，棒棒，我把眼给踩了。你干啥？你就踩个眼打我干什么？哎，你真是烦。哎，15块钱什么鬼？你非得爆炸跟着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是不是故意的、啊？你往哪儿套圈呢？这守约就会放冷枪，眩晕跑，然后继续耍他，干啥要干死我呀、啊、你？哎，我的妈，这跑劲儿的，打我打习惯了是吧？守约过来了，过来不知道干啥来了。开龙去吧，
大招实在没有用武之地。你们别干了，我去，别人抢了，剩个李信是不是？来了李信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提了破剑走来了。我去，这伤害只能说不低。哎，您挂了。哎呦我去，我让他给秀了。我李信你挺能装啊，15000了他经济，咱们可别打脸呐，你别老自己上了，守一波吧。有复活甲，帅帅帅，我的帅不过2秒，嘎了，咋没上呢？没敢上呗，人太多了。我看一下，我14000，对面守约13000，守约比我杀的多哎。这李信我太猛了，李信有霸体是吧？他霸体的时候我开大我不早死吗？可是我有真伤是不是？我去，踩一踩，能推推了吧？别玩了，打不过了，等会儿。守约伤害也挺高。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。哎，我缺的你真是烦死了！撤一手，撤一手啊、嗯！咱们最好拿这个龙啊，领先7000多，怎么杀他们这么费劲呢？能开吗？开有点费劲呐、啊。整包李信开啊！没开啊，他们，咱们现在能开不？最好是干死俩是吧？打不着你有啥用啊？打谁去了？哎呦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过来了？干死了，干死他，干死他。哎呦我怎么又死了？你这啥玩意儿？推了吧，推了吧，别给他们机会了，他们有一点点给脸不要脸。哇，那个李信玩的挺恶心，各路蹲呢、啊。哎我的吧，我整个6-6啊。哎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后期啊我被令给招了道了。哎我的吧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边是0-5 6-6 22-4 16-4 5-5。对面9-6 1-16 3-7 10-7 1-13。怎么这么累呢，我感觉。明明这么大优势啊，好吧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输出还不怎么地儿。小伙伴们，回呢现在那个企鹅群呢重新开放了啊，小伙伴们愿意加那个加一下加一下，然后跟回一块聊天啊互动啊之类的啊。接下来回要播什么游戏啊是吧，小伙伴们喜欢看什么游戏都可以聊一聊啊。企鹅群啊，在这个首页或者是在私信的方式啊，用这个私信的方式也能找到啊回的这个企鹅群啊，赶快来找我吧。